哇，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呢，就是灵感很难找啊。我这个难到我了，我好像写歌，通常我没灵感的时候我是不写歌的，对，不会逼自己的，对，所以没关系，对。新一季的《我是歌手》就要开始了，就是有接到冯唐老师邀约，或者是有打算去吗？歌手这个就是，我觉得可能还是再多历练一下自己，对，感觉还有点年轻，对。很厉害。很好，谢谢。